扇贝肉，看到没有？这就是那个扇贝肉，但是我不想吃它，我想吃波龙。哎，这个东西是好东西，对吧？啊，这是个母货。哎呀，为什么说是母货？我看到它的，哎，看到没有？看到它的膏了。哎，哦，一口值千金，这就是它那个籽。等到它好的时候，就会到肚子里面来。嗯，哎，四贵。